他来了啊！现在给这匹马修蹄子。这个我怎么绑了？这绑树上吧，还绑绑在那就行了。这。我这力量啊，跟那个这匹马是特别不听话啊！真有脾气，给他戴上吊子，看看乐意不乐意。对，这些腿肿着呢。来抬一下。别害怕啊，没事儿。对，不要害怕。对，要不然挪一点。电走着吧，我给电电电走。嗯，一会儿那不一会儿那红了还用的。好像红了，红了。啊，热天了热了。啊，这他妈给零下比这高，零下。嗯。我要是从这过，我得看看啊。嗯。好了啊。回去。瞧你家苍蝇！好啊。你家走呗。嗯。家走。家走没关系。家父。行。哎，快点！哎呦，别！快点！你救起来，你看这没。你要怕，你看他这马这不也得很绿不一样？你得拔那刀子。咱一会儿去了，我有事，我一块去。好。这要是不咋，这个得谈着给谈几天，谈一会儿啊。啊。来。这几块。对。吃了好，你这毛买了不来，你这么说不懂了咋？我买了不来，这个蹄子不强，
就是刚放出来了。啊，我说你把我放出来，刚放出来，把这人放了，把这人放了是吧？咱今天不离手了。你看这老师的放呗。嗯，这中午间你把它穿，你这把它捞一穿。嗯，好了，修好了啊，走，这是提了去啊。哎呦，开了，贴环开了，再帮上绑上。哎呦，嘿呦，站起来了。鱼。结合了吧，结合了，结合。这有那种毛吧？这芥末，这有没什么？感情还你看着都困了。哦。好了，站起来吧。起来。练下卷子就好啊。行。哎。
好了，修好了。搞这东西的，上门。开始为这匹马修蹄子了啊！放中间，把绳放中间。哎，对，行，好嘞。看看这匹马啊，看着挺配合这匹马。来，换一条腿。这马不长，不长，光能不吃儿，光能不吃儿，光能净长。这马蹄子，爆的很，这还把爆出长，知道吧？嗯。这个块他妈不是要往包给买不是？啊？好像合那合金的，嗯，合金几来的？没什么配的。他娘，后台就十二月了，十二月零几天了，啊，还到不了十天呢。月份好了，修好了，走吧。嗯，先把它拴在这边啊。好好好
天别的地方点开了吗？这只脚怎么样？这正是从这边。我操！咋的？开头家了。你给我解释啥？我解释。你在那边坐着呢，我啥事儿？这苹果插在这儿，坐那个人，坐那个人。对，他查这边，咱再说这边，他那边说这边。我在这挨死。不拉我什么？我急了，这头。我这不是动物的。哎，你车上没捆儿吗？你带个捆儿，等会儿又开除了。你看屋里，这屋里呗。捆儿吗？我有过敏，这鸡巴再去玩，我吸烟可留不过敏。我的妈的，我徒弟，你这不是老哥呢？俺这没信封给他要。过来。啊，昨天那三个块钱从外头涨的。那没钱，哥没钱。别着急，别着急的。这鸡巴收获涨还难了。你先忙去。那个这边不用干了。上回早上我两斤给放那个。说话还没过，你谁发现？你先发的。哎，就那个不就的呗？就是他一发现你先发呗。我也觉得呀。他们不来发的，我还发的就不来你发的。哎呦！好嘞，这回。好我。弄弄家的脚算了，咱现在这开门，给我倒一。你把我脚起来啊！起来，我正好你还上忙。给我脚倒一下嘞。你这不出来。我就找你了，嘿嘿嘿，让他弄。我扳着啊！我扳着他这腿，你扳着后腿挡不住我不？我挡不住，挡不住，后腿走了。你老实着点啊！不然我他妈七月十五啊！这有铲刀不？啊？现在用铲刀不？压起来去了。现在铲不好，铲不着。你就得离着铲子不铲不了。哎，你们好看的舒服都这样，别管好看不好看。嗯，这鸡巴在后头不是气。挨住地儿吧，说这放地下挨住地儿。加这么点儿是吧？不多。哎，你这么点儿是？你怎么不让费点子这么着？费点处理啊，处理啊，是吧？处理这点儿，处理这点儿，就不费点子也不吃劲。他说买个点子，钱给我买个点子。那你今儿是扫点子，你说行不行？夹子买的不好，不好不。夹子练成的干净的好了，练还是。你看吧，反正你夹子那羊毛不痒，比这好使，比这有松劲多少啊？好了。夹这个。别倒你啊！走吧。哎呦，他！我操，凉了！嘿，拧紧条绳。他这不拽。嗯，那没事呗。干嘛？来，晃了一条腿。等于抬他买的，走着走着，抬你不是不给抬在车里吗？
种辣椒都是二百斤闹肉去，干嘛闹肉去？是。哦，把冷库连满了。哦，给他套了呗，给套套了。看这量，这蹄子。反正聊天。凉劲儿不行了，你吃热不热了？就怕它窜，你这一窜，就乱不里。你看一整个夜都不能光是臭了，你。我扫好两天，扫两天他妈就俺的不干了，落伍了，早就耍去了。我有点聊啊，不会聊的。没有，没有的。你这哪崩开来的？你往这老是走哪儿崩开的，穿开的。我冷的，你冷的，你穿开的。你不擦这帮，你不擦这一擦就就把腿给碰了。嗯，好美倒美的。去。哎呀，冻着干了还！哎呦，躺下了。腰带眼子没瞧裂了，往上挪啊！往那点了，点了，点了，进了会儿，进了走了，往那裂了，裂了。鱼不用鱼鱼哎鱼鱼鱼这个不让别人套不套是不是他搬搬的你看没用了都是一放了就包了一放了就从那边就是那鱼今天又干两大一万多一万多的有有被人家冲上黑你妈那逼鱼我操凉了嘿拧紧他人啊拧紧他妈刀啊怎么死他妈刀子这禁止禁止他再再转还是刀子鱼啊我不要干鱼怎么了有垃圾之前看没你只是看不看给你修修他那不管他啊你说买买包的怎么我再买去你说完我再去买去买这张哎呀好了好了修好了啊修好了这是对修好了
快点让我让多了。现在舒服了。大概得有两。